女生来说，我的手毛应该是算多的吧，就是好险没有很粗，不然的话真的就是猴子泡沫状。然后因为我先示范，就不用喷太多，然后我会先用这个刮棒把它稍微涂抹均匀。好，稍微把它涂均匀之后呢，我们要放着它等五分钟，只可以五分钟哦，不要超过哦。它就是会变成一小撮一小撮的黑点点，整个毛就是被溶解吗？还蛮干净的。然后其实我没有很大力刮，有没有看到毛都在这被刮起来了，有点恶心。好，我把它先擦掉。好，来给大家看看刚刚除毛的效果，看这边就很明显。所以呢，很推荐大家这个除毛的秘密武器，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毛怪的话，或者是你毛发没有很多的人，其实更适合，因为你毛发如果没有很多的话，这一瓶你就可以用很久。如果毛发多，你可能很快就用完了。但是呢，它真的是比你去做那个 除毛的课程那一些可能都还划算。所以呢，大家自己在家就可以除毛咯，很方便吧，推荐给大家，祝大家都可以无毛，好像怪怪的，干干净净，拒绝毛手毛脚。好，拜拜。